是罗伊君。如果您是 COVID-19 确诊者，绝大部分情形是可以在家中进行居家照护的，请注意自身症状，多休息，有需要时可与居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或安排视讯门诊。此外，确诊者会收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，经检核身份无误后就可进入系统。提醒您一定要完整填写疫调单内容，也请告知同住亲友、任职公司或就学联络窗口等，依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相关防疫措施，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，让我们疫苗打三剂，一起做防疫。